高雄长庚医院急诊室31岁林姓医师4日上午昏倒在宿舍，送医不治。家属质疑他是过劳猝死，院方表示林医师的工作量属正常，并非过劳。长庚医院一个半月内发生第二起医师意外昏迷，劳委会已经针对此案展开调查。全长51公里的桃园国际机场捷运，40公里的高架桥周五上午举行合龙典礼，高架桥全线接通，代表捷运工程土建主体结构完成，接下来机电系统将全面进场施工。考试院长关中5日出席高阶文官培训编阅方案开幕典礼时表示，他接到非五都17个县市首长的陈情，希望就公务员人力编制、资源分配给予公平对待。他表示，五都形成后，许多人力都被吸纳进五都中，导致其他县市用人窘迫，城乡差距拉大，已成为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。2011年小马联盟帕马吉世界青棒赛开打，周三才抵达洛杉矶的中华队，周四就出赛，还在调整时差的情况下打来显得有些吃力，首义出师不利，以4-5不敌卫冕的美东队落入败部。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